想和你一起撑伞，漫步雨中，默默牵手走过，你却将伞抛在风中，拥抱雨和。完全不懂觉，难以抗拒，说谎都很透明。哎呀！阿郎，快上前，他们要追过来了，快点啊！可恶，你们快走，不然会被我连累的。啊！后面那群混蛋就交给我来处理。用出江湖，唔通阻挡我的路。看鬼片超亏，我花了200多块，外加一个贵死人的戏院爆米花，进到戏院只为了把自己吓出汗、吓出窍。干嘛嘞？花钱就算了，还害自己不敢洗头。我连洗脸眼睛都不敢闭太久。你们家有其他人吗？没有啊。好。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啊？有事啊？好吧。为什么不过去啊？你没看恐怖片吗？每次有人过去就会出事。你是说那种人他会突然跳出来之类的？对啊，或是突然在你背后啊。所以不要过去比较好，他搞不好在这等我们。对啊，所以我们不要过去啊，我们在想什么？我也觉得。我决定了。我们私奔吧，一起离开这里。离开这里？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在那里不用在乎别人的眼光，什么都不用做，什么都不用担心，就你和我两个人。柬埔寨吗？你语言通吗？什么都不做？有钱吗？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。你讲这种话，我才要担心啦！都几岁了，说这种话，家里没有沙发，有坐地板，冷要死。他走了，你可以把梦留下。你是不会赢的，你的计划百密一疏了。我不可能会失败的，我计划了这么久，就在等今天。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了。所有坏人都会犯的错。什么？就是废话太多了。娘，废话太多，还不是死了？英雄。
怎么这么晚才就医啊？对啊，不知道在家里干什么了。